长。你要不要看更素的？来来来，更素，哇，这个太素，素不素？哇，素。哇脆配好大哦，那只狼，那只狼，那只脆配，那只狼的脆配，我一共这样的哦。你说那只狼的腮帮子，腮帮子怪是不是？腮骨骨的，本来是狼，现在变花栗鼠。花栗鼠，花栗鼠很贪心哦，很多东西。很多例子。那你们觉得他化妆不化妆差多？我觉得他算很自然的一个长相，然后跟化妆，其实化妆起来当然更漂亮。对，可是他没化妆算是很美的，算是差的没有那么多，没有差那么多。谢谢。因为两个嘛，很容易感觉差异。对，小爱，去卸妆。其实不用担心，他没什么差啦。哎呀，自己有自信啊！真的，卸妆啊，头发剃掉。来，下一位你好。后面是有鬼是吧？你好，你请问你在那个就我们圈内的外号叫什么？最具发展性的混血正妹。混血，混血，混血，混血正妹哦。你混哪里？台湾、西班牙、智利。哦，那身材三国了，带点高。Okay. 那请问一下，你的最厉害代表作是什么？网路票选2014年潜力女神冠军。我跟你说，我有声音那么飘？不是，他这个是他这个是乡音，智利那边的乡音。对对对，他南美音，南美哦，南美南美南美卡称有没有？南美 OK， 好不好？来，欢迎南美来。哎呦，对，不是，这什么鞋子啊？怎么会搭这样？你好，你好。为什么会穿这双鞋子啊？我妈穿球鞋烂掉了，他刚刚已经听第一个那个吓坏了，吓坏了，赶快换一双哦。OK， 你球鞋烂掉，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吧。请问你三围是？32、22、34。南美哪一点呢？身材啊，曲哥是说。南美的女生身材都很前凸后翘，玲珑有致。以为你是那种的，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得到一个很恐怖的消息。嘿嘿，你这样打扮是韩系，韩在哪里呢？新韩，新韩哦。韩系不都穿宽松的吗？谁跟你是也不是这样宽？韩系超紧的好不好？好了。都被削到，只有承认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穿着说他对也不对，然后你里面短裤是长什么样子？你干嘛？想干嘛？不是，因为啊，你不可能你因为你上一位出来那位女星啊，不是你戴着面罩，你擦什么鼻涕也擦不到了。上一位女星的短裤让我们着实震惊，我们想注意一下你短裤是什么样的。正常啊。哦，一般短裤，一般短裤。请问一下，我们想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只能证明你没有发言而已。国际老师，这穿着，他整个这样搭起来真的是没有线条可言，没有线条，然后也不会觉得她是女生。没错，是，对，太居家了。没有哎，我不晓得从哪里想起。对，就是邋遢就对，邋遢。而且你看他袖子这么大长。对啊，你肩线都到哪里去了？这么大，应该是袖子。对，故意买很大的。哦，错。为了是什么？若隐若现。就是方便啊。你要方便，你干什么？你哪一行的？你方便？你那么方便干什么？你什么事情要那么方便？袖子要藏东西的。宽松的 T 恤，其实我个人是非常赞成，但是应该是要白色的，因为灰色你流汗。超明显会有什么腋下，就是有那个什么字有没有？是。然后重点是那个鞋子，我要出来就真的像两只蟑螂穿在脚上，有多丑的，我就觉得你们脱掉还比较好看一点。讲过了，不能讲重复的。而且你里面这些短裤根本就是泳裤吧，那么长的。对，是安全裤。对，
很像我们那种运动的时候在穿的那种束裤的那种感觉。对啊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哎呦，哎呦，脏兮兮。哎呀，天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牙齿，哇！我牙要拆啦。好厉害哦！什么时候拆的？我们看，看一下。你敷衍我。我们看。哎，有比较好哎。我真的，哦，值得呢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戴多久了？一年半。哦 ，OK 啊，已经一年半了。对啊。OK， 看一下，这是他。哇，差很多哎，差很多吗？很多。对，其实他整个的照片其实非常年轻，可是他本人。我会觉得应该像比较像他们家的家长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年龄层差很多。看这张，哇，这张好漂亮哦！哇，那个照片很年轻啊，这张就 OK 了。下一张更恐怖，可以给我看这一张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像太多了，日本的广告明星，18岁的感觉，对，青春，他好像在日本拍广告的，对，日本混血儿，嗯，哎呦，这个哦，古典美，古典美。你还蛮多造型气质啊，哦，就是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怎样？那你觉得你化妆跟不化妆差别最多是哪？眉毛吧，因为我没什么眉毛。你这个算多的。我眉毛很少哎。你这个算多。你这算多的。你找不到例子，我这很少哎。算不错的啦，你有看过那没有的吗？待会我们就上来一个没有的，刚下线，刚刚躲在后面很冷，对不对？很冷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在这边录影录10年了，好不好？你有躲在后面过？后面比较冷，后面比较，因为后面没有光嘛，对，光人气比较强。那下次站在后面，先披个外套。有我有，还是不够。哦，那你出来跟我们聊聊，有没有比较热一点？有。Good to see you.有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来，中场插花，来。那我们就先把面具拆下来。他还好，他就是化不化妆都是阿姨脸。哎，阿姨，阿姨绑，阿姨绑那么紧干？这样啊。哎，没有差，对啊，根本没差。他有卸妆吗？有，是不是有偷补一点？哎，真的没差没多少，那个黑眼圈会很深而已。对他，但是电视看起来还好 ，Monitor 看起来其实还好。对啊，其实每个女艺人黑眼圈都有一点，多多少少。因为我肤色可能就比较黑，所以卸妆就比较。你整个表现出来就是刚刚骑摩托车，然后马上上来录影。对，应该是还好吧，还好还好，对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觉得说他的牙齿显得太白，对，你是不是美白牙齿那么太白？为什么这一集找你来？因为其他那几个卸妆我可能自己都罩不住。我跟你说，后面会很精彩的。我知道，有一个超精彩，我晓得，我现在等待着他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不错了，我还可以啦，没什么差。就肤色比较黑一点。好了，这个可以嫁人了哈，还 OK， 可以。下一位，请问你在演艺圈封号是什么？我是甜心版女刘谦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好不好？女刘谦，为什么要女刘谦呢？不要出来啊！这句代表性的代表作是什么？我代表作是。出版写真年历在宅男界广受好评哦，所以只是受好评的，那要不要先叫车？好，来宅男界来欢迎。我跟你讲，好，这一看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感觉了，最近有在修行哦，佛珠戴成这样哦，哎呦，他这个穿法好像是大学宿舍里面的穿法，对对对对，好黑哦。我跟你讲，讲到夹脚拖，对啊，可是他这个夹脚拖是名牌哦，名牌，很流行的牌子的，可是在沙滩界来讲算不错的，可是为什么穿在他脚上算好像掉了槟榔渣一样，掉了槟榔叶，他那指甲油啊，大概。掉了一半了，没有补啊，一半有指甲油，一半没有指甲油。来，你站好，导播特写，不要动，这次导播，叽叽，哦，是啊，
西啊？我们今天是要毁灭他的。好了，请教一下，你这个就是素颜啊，你个人会不会没有信心？我觉得我对我素颜很有自信。哦，是哟，哎，真的，他对素颜很有自信。哦，对，穿着。就很随性啊！我觉得他太没有良心了。为什么？这号称是什么宅男，可是他怎么会这样穿？然后很亲民啊。对，是亲民。我想很多宅男不希望是这样的亲民方式。我觉得有一点点太粗鲁的穿法。这个应该是老写真集没了。没有，上了年纪了。才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会叫都差不多跟我们同期出道。因为我这边看到白头发。有白头发，哎，好大一根哦！有，真的，来，不要动，你看看这个，快点，你看白头发，白头发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看这个，哇，真的，不要动，这白头发都有了，哇，啊，来，来，我们要看你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三，哇！究竟女星素颜有多可怕？让 Peter 忍不住喊穷，管他素颜正不正，穿对衣服男人就爱。这样很好啊，你太正，真的棒。平常会这样穿吗？对，平常是这样的。好看，好看，正妹，学一下，漂亮，学一下。他裤子穿很短，然后所以他腿的比例会显得很长，像刚红糖。他的上半身衣服就是穿的比较长一点，所以显得他比例很奇怪。嗯，他不会，我也可以拉很高。他是在不要